家平安啊，请你向隔壁的请安一下，愿主的平安跟我们同在。OK， 啊，今天2017的最后一天哈，刚好是礼拜天，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期待着各位对2017你所活的每一个日子，你都会很满意。要满意真的是很难，但是一定要每天都要感恩。一个信靠主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了一个神的儿女。所以你就不要再一直用世上的眼光来看自己，也不要用撒旦的眼光来看自己，你一定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让自己在神的里面被建造。这个礼拜五我邀请了一个姊妹来到教会，我曾经把礼拜五那一天都分别为圣，把同工呢聚集在一起来训练他们。那么当中有一些我在教导他们怎样来帮助别人得到医治，或是帮助别人能够怎么重新站立起来。那么有一个姊妹我就请她来，她开始告诉我说，她的家族的很多成员对她都有误解，当她贫穷的时候，家族的人对她看得非常清淡，看随她，然后当她有钱的时候，大家都常常要从她身上拿到更多的财物或是土地，他常常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他这样。他已经20几年没有好好的睡觉，也就是说20几年来他没有好好的睡觉。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人20几年没有好好的睡觉。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姊妹的家庭，他从摆面摊开始到现在开着 Benz， 然后350的车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换了哈，一个很大的转换啊。他一直有一个感恩，就是说他从卖面到开 Benz， 你知道哈，从没有很少的土地到现在拥有很多的土地，这样哈他说他在盖房子，每次要推出来的时候就怎样，就卖完了，然后有没有厉害？他说神在他身上很多的恩典。他跟我说在天桥敬拜真好，就是我所说的每个人都会变成有钱人，你看我敢不敢？那么问题的点子是他睡不着觉，他全身酸痛，你听好了，然后他就去按摩嘛。那本来按摩一下的话就会很舒服，可是越按是手会越重的，你知道吗？重到最后整个脊椎就是怎样扭曲的，你知道，越来越痛，而且亲人给他的压力是怎样越来越大，那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哈。很多人给他那种莫名其妙的压力。那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感恩的部分，但是我发现到你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看清楚的，没有看清楚的。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神所恩高的，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所祝福的，你是神所重用的，你知道哈？所以呢，这些亲戚朋友，常常会为难你，是在操练你怎样的胜过这些负面的能力。我跟他讲说，你就把他享受这些亲戚朋友对你的攻击或对你的不公不义是一种祝福，你就会晚上好好睡觉。他相信我跟他讲的话，那天晚上他回家就怎样睡得很好。弟兄姊妹，我问各位一下，你每天都会过得很好吗？会不会偶尔有没有人会骂你一下？有没有哈？对不对？昨天有一对夫妇吵架，怎么吵架呢？这个吵架是有时候就奇怪哈，我们的想法都是很负面的哈。他说他的车子是第二台，第一台呢看到绿灯不走，所以第三台呢开始按喇叭，对不对？这个第二，他这对夫妇就坐在第二排，然后他太太就后面在按喇叭，他太太就开始骂他：“你不会按吗？前面的车子不会走，你不会按吗？”他说后面已经按了，他说你不会按吗？他就一直要他先生按什么？按喇叭。他太太先生就说：“我要按吗？那后面已经按了，我还要多一下吗？”他太太坚持怎样？要按。我问各位一下，你要按吗？这蛮有趣的问题嘛，就是这样可以吵架，可以吵一个晚上。
你看到我们的是不是常常活在那种情绪的当中？有没有？来，我问各位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常常活得很不快乐，活得很负面？我常常看到很多夫妇要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一路就吵来，为什么呢？开车，先生开的路跟太太开的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要左转，他要右转，其实很多路可以到天桥。啊，仁义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我们早祷，他来到教会跟我说：“爸，我发现一条新路，从马可楼到教会一条新路。”我说：“哪一条路？”他说：“开山路，然后府前路进来就到了。”阿公，这条新路。我问你怎么，你常怎么开？他说：“开健康路，然后一直开那文平路进来。”啊，他开到一条新路的时候非常喜乐。我说：“爸，你都开哪一条路？”我说：“我每一条路都开。”就这么，你会发现到我们的脑部的里面常常是什么？很固执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怎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哈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去突破，我们没有想去突破。所以，其实，在我的里面呢，我们很少去讲到我是神的儿女，我应该活出那种神的本相，活出神的形象。你看一下今天的圣经，你看一下今天的圣经。OK，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下来哦，好来，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再来。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怎样？恩上加恩。大声读一次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怎样？恩上加恩。第十七节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再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样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怎样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耶稣，只有在耶稣怀抱里的神的儿子将他怎样表明出来。你有没有将耶稣表明出来？在你生活的当中有没有去表明你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有每天表明吗？来，你再回头看一下第十四节，神的话成为人，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你有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人间，你知道住在我们人间。我这样比喻好了，神的话成为人，他。住在我们的中间，也就搭了一个帐幕，一个帐幕啊，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里面有什么？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什么？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呢，我先解释这个地方。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到底是什么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节是很重要的，前面今天没有放在里面，是这样说的，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从此你就不是从人意生的，不从血气生的，不再从情意生的，有没有？哦，你不是从哪里生？不是从人生的，从什么？神生的。那么呢，当你的人意、你的情意、你的血气没有的时候，你的身上就会有神的荣光，你就会有神的荣光。这个神的荣光是可以经历的，可以经历的。我告诉各位哈，你如果看到狗。会尴尬，你知道吗？你就走过去，那狗会尴尬，你知道吗？会尴尬，你就特别去走去狗啊，走到狗的前面，看它会不会你咬你，你就知道你身上没有荣光，这样啊。我再说一次，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经历了哈。如果那只狗很会，爸爸会很会会的，你不要怕，你知道，你就走到哪里，走到它的前面，看它会不会会你。他如果会你，就是你回来操练，把自己的血气、把自己的情意、把自己的仁义再减少、再减少，你会发现到，当你越减少的时候，那个荣光就会出来，因为那个荣光是从神来，是我们的本相。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早已把他的
灵就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灵就是生命之灵，就是一个荣耀之灵，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操练自己，每天把这些东西一直拿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身上会荣光会怎样，一直散发出来。而且呢，当你真的住在耶稣的里面，每天都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恩典每天跟你同在。恩典，跟我说恩典。你会发现恩典每天都怎样在你身上，有没有？你会发现到真理在你身上。什么叫做恩典？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祝福。在唱歌的时候，莫扎特最喜欢这个东西，他会喜欢那个有一些 note 很多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要多的几个音符，有没有？让你听得比较舒服一点。日本人最喜欢唱这种那种演唱会都多了几个音，让你听得比较舒服。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走的一条路的当中呢，忽然神呢，在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他要把更多的东西给你，这个叫什么？叫做恩典。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在一年走过来，在你身上呢，有发现到有没有恩典？这个礼拜是我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一个礼拜，真的很可怕。还好今天还站在这里，差一点走路也糟了哈，差一点糟了，那很可怕，那可怕到那种会让你晚上会睡不着觉，晚上会起来呐喊啊，会起来呐喊。为什么呢？我们的公司经济不核准我们，可是呢，环保署还有一个环保局，很奇怪的，这种经济部的核准的跟环保局、环保署所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在收的一些废弃物，那些废弃物的内容呢？那些内容是经过经济部核准的。那我们要去在这些废弃物的时候，也要向环保局去申请，环保局也给我们了。可是呢，他们对我们很有意见。然后呢，忽然之间把这些废弃物拿去化验，化验的结果跟我们化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来了，他要来了，因为我们最近呢已经载了好几千吨，所以他要要给我们钱。但是他如果我物料是不一样的时候，我就领不到钱。第二样更可怕的是，他把我关厂，我会不会破产？而且我要领的钱数目又很大。你知道吗？几千万，很恐怖的啊！如果没有进来的时候，过来这个月要发薪水怎么办？被关厂怎么办？牧师可能要每天都要进食祷告，很可怕的啊！但是呢，神就开这个路礼拜四呢，礼拜四、礼拜五呢，他们就来了。环保署呢，总共来了十几个人。十一月份的时候来的时候是带枪，有没有恐怖？好像抓犯人一样，我就觉得他们的文化真的是让你搞不过这些人，你知道，带枪来，然后呢，全副武装，好像抓犯人一样。然后这次来是最客气的，客气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大声骂你，已经算很客气了，你知道吗？在环保局上班的以前骑手一样，都没人敢骑手，碧瑶不敢在里面上班，赶快走。你知道吗？很可怕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来以后我们再跟他解释说，我们这个物料的化验是怎么样化验的啊？他的化验是他自己去化验的，我的化验是从经济部给我叫我这样做的啊。环保署的化验是他环保署自己化验的。那我问你，你要听谁的？我申请的就是经济部的，可是环保署是利亚查大，你知道吗？到最后呢？我就把所有的资料给他，他说好了 ，OK 了，你知道吗？就 OK， 你听懂吗？就说缠了两三个月，那最后让你怎样通过了，然后可以领钱了。如果这个钱领不过来之后，我看今天我讲到可能会，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为牧师祷告。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都是恩典？有没有？很多恩典。我才在讲说很多的时候啊，你如果没有看到神，你看到人用人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你会很烦恼的，而且会更烦恼。有人跟我说，你怎么不送红包给他？怎么不跟他打麻将？
我说如果叫我去跟他打麻将，每次我都赢，他会更惨。啊，你怎么不把他带到声色的地方？声色你知道吗？哈，你看我们这个弟兄就是不敢在那边混，然后赶快跑出来，很恐怖。但我们真的每次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姊妹，站住一个地方，真理、恩典跟什么？跟真理，永远不要摇动。我就跟神说，绝对是站在真理这一方，永远怎样？绝对不摇动，我绝对不会送礼，我绝对不会给钱，也不会去跟他打麻将，也不会把他送到酒店去。这很恐怕的一件事。所以我告诉各位，当你一路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什么？真理跟恩典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不要摇动你的头脑，你的思绪的里面就是神的儿女，你是靠神得胜的，不是靠人得胜的。弟兄姊妹跟我说一次，我是神的儿女，我每天都有恩典，我每天都有真理，我每天都活在真理的当中。再想一想，也许在过去的一年你真的有失败。前些日子我遇到个年轻人要我祷告，我说牧师我要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跟我说我失恋了。我说啊，怎么祷告？牧师祷告那个女孩子回来爱我。我说我不要祷告这种事。我说牧师你要祷告什么？我说你再找一个好了。我说当你失恋的把他找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伤痕会不会在，很难修复。哎，弟兄姊妹，真的很难修复。我在跟他开玩笑说，牧师不会，绝对不会为你祷告，让你女孩子回来。我要祷告你向前走。哦，牧师你很残忍。我说我本来就很残忍。很多你是在那种感情当中就被感情束缚住了，他从来没有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有时候是恩典。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弟兄被他的太太离婚了。他们纠缠了8个月，终于离婚了。那离婚那一天呢？这个弟兄就把他的身份证呢献给我，说牧师，我后面有空白，有空格，我就跟他讲说，不久就会再填上。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博士，这个博士的族群，他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填上，你知道吗？哦，对，然后我们就止住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组，非常有趣的小组。那个被离婚那个弟兄就说：“牧师，你说要填上那一天哈，我真的很喜乐，我一直在想说，我自由了，你知道吗？”他说他自由了，他本来就是非常的爱他，可是空白那一天呢，就感谢到神的恩典，让他怎样呢？自由了，你知道吗？哈，他自由了，可是自由之后，他要发现到。恩典一定要在真理里面，如果没有在真理里面，会发现到更可怕的惨事。他离婚那一天，很多朋友知道他离婚了，马上介绍，哇，一大堆的人就介绍他要认识很多的女朋友，你知道吗？哈，你看有一个就人家就介绍一个教授，是一个女教授，然后看起来好漂亮的女孩子，你知道吗？不过下面附带一个条件，说他有一个男生。这个。我教会这个弟兄呢，在想说，我从来没有养过孩子，忽然之间要接受一个女生啊，又多了一个礼物叫男生，哇，他一直转不过来，所以他一想一想说啊，算了，你知道，也就没有放在脑海里面。那刚刚呢，这个事想完之后呢，他要见我的前几个小时，那个姊妹忽然之间跟他见面了，说哎，你是什么人吗？你叫什么什么？哎，对呀，哎。啊，我，你叫什么名字吗？说是啊，站台教授吗？是啊，你的相片怎么跟本人不太一样？啊，阿内拉，一共，女孩子跟他讲说，相片比较美还是照片比较美？他说本人比较美，你知道哈？哇，那个女生很快乐，你知道吗？结果他转头赶快就走，你知道为什么吗？相片跟本人差很多。他说：“这个恩典哦，这种恩典如果来得这么快的时候啊，最好不要接纳，你知道吗？”他跟我说，给他的照片是10年前的，你听懂吗？10年后再看到的时候是胖胖的，然后肚子大大的。
他说先丢为妙的。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各位啊，有时候任何一个事，你如果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无论是好事是坏事，都是什么？都是恩典，真的都是恩典。你有没有想过说，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这么多奇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里面，怎么可能这些好事都发生在我的里面，坏事也都在我的里面，失败的事也在我的里面？我跟各位讲，这是什么？神的道路，神的道路是恩典之路。神的路是什么？恩典之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们教会的确是一个恩典的教会。我看到很多人在今年呢，经过了很多奇妙的神的奇妙的带领。我甚至看到那、很多人在这恩典的道路有眼泪啊，有喜乐。我看到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变贫穷，有人变富足。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他住在基督的里面，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也期望着各位每天都要想说，每一个日子都是恩典的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有神跟我同在。因为我住在哪里？你看一下圣经，道成的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什么？他的荣光。再大声读一次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神的荣光。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也就是没有仁义，没有情义，然后没有血气，只有圣灵跟他同在。然后这种荣光呢，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也期待着你蛮有荣光的，你蛮有荣光，必须放下自己，你才会有什么？你才会有荣光。再来第十五节，你看一下，来，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再来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恩典上面有更大的什么恩典。所以你不要只是停在恩典里，你应该领受什么？更恩上加恩，更大的恩典。你每天都要领受什么？更多的恩典。我期待着未来的2018，你跟神说，神，我不只要恩典，我要更什么？更大的恩典。我带了一个小组，那么在房地产其实很不景气。有一天呢，我们就我们常去那边祷告。我到这个卖地产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感恩。在这种非常不景气的时候，还能够多多少少的卖什么？卖一些房子啊，一个房子大概是两三千万。你看呢，买两千多万、三千万的房子，那些不好卖，而是公寓那种叫豪宅那种哈，你知道吗？那有一天呢，当我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那天里面的人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充满喜乐呢？因为是恩上加恩的，啊，有一个人进来，说有一个人进来，然后呢，看了房子之后就说我要买九户。我打个情况，这是笑哎，对吧？九户，你敢不知九户是偌济？不是喝酒的酒哈，我大概想讲这醉起来嘛哈，一次就买几户，九户，你知道多少钱吗？2亿多。哇，这些人呢，整个头脑都抓懵去啊，怎么可能？是不是骗子？你知道吗？但是钱已经付了，你看是不是恩上加恩？所以不要一直停留在只是恩典，你要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女，我要怎样更大的恩典？我一定要更大的恩典，我一定要更大的祝福。每个神的儿女每天都要跟神说，神啊，我要更大的祝福。你不要常常想说啊，那种别人啦，不是我啦，哦，上帝都听那足奇怪的人啊，听那林献平啦，你知道吼？上帝都听那个林仁义啦，吼，对不吼？听吴宗林啦，有没有吼？看不起，你们都会想说，神怎么会只爱这些人呢？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跟神说，神啊，恩上加恩就是我。跟我说一次，恩上加恩就是谁？大声说出，大声说一下，再恩上加恩就怎样，就是我。
你不要怕，你就跟神说，神啊，恩上加恩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我。你就不要怕，你就要领受那种，神的祝福，然后抬头挺胸，你知道？你莫讲姑姑，讲安尼看人，你要站，你要做好，你知道吗？而且呢，每次呢，你要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哦，每一件事情你都要从非常正面的想法去想说，神这是恩典，这绝对是什么？是恩典。每一件事情要想说这是恩典，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讲过，我非常累，讲完道已经10点多了，然后呢，我的车子要开后退的，从那教会的那个比斯要后退的时候，我累到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啊，从来不会后面有车子，可是呢，忽然之间呢，那天后退的时候，嘣一声，感动的隔壁的车，伊唔知人去坑到我后边。感动掉，然后我就站在那边，你不要跑，你知道吗？我就跟那个主人说，我都撞到你了啊！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有两种声音，一个声音说啊，不要紧啦，牧师讲对，不要紧啦，接着小挂回掉你另外一个，无，这种鬼拢害去啊！然后我说没无所谓啊，你知道吗？叫保险公司来帮你理赔就好了，你知道吗？可是有晚上，你知道吗？可是你看看哦，那天已经很累了，感动掉，然后把骨干了，跟我干爸真的是很衰，有没有？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到神迹要发生了。每次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就讲说神迹要发生了。我就跟那个姊妹说：“你不要怕，那明天呢，我就把你这不要保险公司这种小事呢，应该把你换一条，换一个新的，我就给你一个新的那个万马。如果我不需要的话，就把它怎样烤漆一下就好了，你知道吗？哈啊，所以我会叫一个修车的来帮你带过去，然后那个修车的来了，然后看一看呢。”隔一天修车来了，看一看说啊，这办法不好，该切掉你啊，你知道吗？一直跟他们讲啊，这样修理要多少钱呢？他说要2-3天啊，大概要10000块左右，你知道吗？我说我感谢主，你要10000块还付得起，一扛啊，10000块。然后出去之后呢，我就问那个教会那个修车的说，弟兄啊，要10000吗？牧师，我跟他讲这样是给你面子的。我说为什么给我面子？他说：“讲的很多钱啊，他才会知道我们很认真在为他修理呀、啊。你跟他讲说500块，他会受不了你知道吗？而且这个只要回去胖一胖就好了啦，这根本不要修，就车子放在我那里几天。我就问他说多少钱，哟，这还要钱？有人敢跟牧师收钱？你们听到这句话？”哇，OK。那么车子回来之后呢，我要过去啦，就恩是不是恩典？然后我就跟这个家人就认识啦，就成为好朋友啦，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有机会带他们开始信主，才知道他们也是天主教徒，不上教会的。然后呢，再来我就问他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在卖海产的，你知道吗？卖那种叫做澎湖有一种那种蛋，有一种叫做非常好吃的那种夏天才有的那种叫做。海胆，我就问他说：“你一包这样多少钱？”他说：“台南市所有的海胆都是他卖的，都说日本的，都错了，从墨西哥来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商家会说谎，你知道吗？我就问他说：“你这样一盒多少？”他说：“牧师，你要先吃几盒啦，好吃再买啦。”你看，我要赚到了。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每一次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把它看成恩典的时候，就是怎样，恩典，而且恩上怎样加恩。你不要遇到一些事情呢，就往这个事情一直钻，你知道，一直往这种坏事一直钻，然后一直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那个魔鬼撒旦就把你抓住，情绪把你抓住，那不理性的东西就把你抓住，你知道吗？你越抓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属乎谁？越属乎撒旦。你的整个情绪，你的脸就开始变脸，你知道吗？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你为什么每天都活得那样的喜乐？我跟各位讲外面是很喜乐，可是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啊、但是痛苦当中，我还享受到什么？很重要一点，我在享受神的恩典，因为我知道他所做的比我所想的还怎样，还奇妙。所以，什么叫做真理？我告诉各位，什么叫真理？神的道路、神的想法、神的意念、神的工作。它本身就是真理，有时候你是看不透的。它不是一个普世的认定，而是
从神的角度来看的东西就是真理。这真理呢，就是毫无隐藏的，你要去经验才知道什么是真理。最近我们的有一个奈的族群是牧师的族群，忽然之间吵架了，在牧师的族群里面吵架，我在牧师吵起架来是很好玩的，你知道吗？哈，这牧师吵架，吵什么架呢？有一派是赞成那种叫做同婚的，你知道吗？哈，哦，从明年开始，我们身份证是后面是没有性别栏的，性别这一栏是拿掉的，所以男女是没有在台。这个性别男要拿走是没有男跟女是之间的差别，你要到美国去的时候要写 FF 叫 female， 要写 male， 你知道你是男的女的，以后台湾是已经没有男的女的这种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哦，这种同婚的问题真的很严重。那一派是怎样反同婚的，对不对？啊，一派是怎样赞成同婚的，对不对？好，来，请问各位一下，你来，我们做一个 test 哈，你赞成同婚的信息手，无所谓。有，还有一个没有关系，又一次。那我们也要尊重他，你知道吗？同婚就是同性恋，你知道吗？没有关系，这是蛮有趣的哈。那么呢，你知道这次黄国昌是被罢免的，是一个主题是什么？同婚，你知道吗？啊，同婚啊，所以呢，一个牧师就说罢免黄国昌的都是台湾出卖台湾的走狗，有没有严重？有严重啊！啊，不主张台独的就是台湾的走狗，哇，还差吗？啊，那个族群的那个开放那个人说，请大家不要在上面开骂，好不好？哦，你看到吼？那我再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开始思想几个问题。我自己想的公义绝对不是绝对的公义，我想的对绝对不是怎样真正的对。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道理是对的？唯有在神的里面，真正出自于爱心的才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我最近呢，有一个议员来找我，他本来跟我讲得好好的，然后见到我之后还好好的，照我跟他讲，他选举那个事宜，我跟他讲一些政治话题的时候，他就讲啊，林牧师，对不起，我很忙，我要走了，你知道吗？我跟他讲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的真理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公义绝对不是什么绝对的什么公义。如果民进党的公义是对的，那么将来这个百姓会很喜乐；如果他是不对的，将来又会政治的恶斗，对不对？每次台湾有没有在恶斗？你有没有发现台湾找不到爱的真理？有没有？应该说真理是什么？爱，爱也是讲爱，爱就是把仇恨怎样放掉了。爱你的仇人，爱你的敌人，对不对？应该民进党现在好好的爱国民党，把国民党放在他里面，把他消灭掉，对不对？他不是，他一直在用刀子割他，啊，越割大家越痛，越叫越大声，对不对？啊，你又做不好，所以最近呢，民调，民进党的民调跟国民党民调，国民党现在赢过民进党了，有没有恐怖？哇，这很恐怖的，弟兄姊妹，台湾找不到真理。我希望你活着的时候，你每天都在想说，我做这件事是不是符合神？我有没有爱？所以我提供各位几点，很快哦，我念过一下，你把它写一下。第一样，你是不是给爱跟温暖？第二样，你是不是为神所用？你每天是不是想说，主啊，我为你所用，我为人所用，你看利用我也无所谓，我就是甘愿被怎样被利用，你知道吗？哈，我再来哈，你是不是有一个宽达的心，那很宽阔的心？你要讲什么？你都能够接纳，因为意见大家不一样，你知道吗？再来，我希望呢，你在这里面呢，很包容，会很欣赏别人，看到人都怎样，很欣赏，你知道吗？看到每一个孩子你都怎样，很欣赏；看到每一个老人你都怎样，很欣赏。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你来到天桥真的很幸福哦。为什么呢？你只有看到教会这些阿公阿嬷哦，已经八九十岁还那么艳丽哦，你就知道在天桥有多幸福，你知道吗？哎，真的，再来，我希望各位充满喜乐。然后呢，还有一样事，每件事在神的里面用心去敬拜神，专注的工作。还有一样，在你心中要充满什么祝福？我希望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里面，你会活出的很广大的、很广阔的人生。你会发现到恩上会怎样？会加恩。Amen。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让我们真的享受你的恩典。弟兄姊妹，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天父，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他的里面是恩上加恩的，在他的里面是充满丰富的。我感谢你，让我2017是个恩典的年，2018是个恩上加恩的年，让我的未来真的充满了神迹，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要享受你的肉，享受你的宝血，凡是吃喝你的要得着你的生命，得着你的恩典，也得着你的祝福。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来纪念我。这是我所流的血，是我所设的新约，你们当如此来纪念我。哦，主啊，求你圣化这个饼成为你的宝体，圣化这个葡萄汁成为你的宝体，成为你的宝血，愿吃喝你的都得着你本身。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让我们来享受耶稣。希望你把这个饼放在你的胸前，这个饼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宝体，这是他的宝体。当你要吃它的时候，我希望你用一个敬虔的心跟耶稣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说，耶稣，这是你的身体，我吃你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当我吃了你，就有荣光在我生命中。我的血气，我的仁义，我的情义都消失了，只有耶稣在我的里面，让我散发出神的荣耀。神啊，这是你的身体，当我吃你的身体，所有身体的疾病就消失了，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完全的消失了，罪都被洁净了，受阻都被砍断了。我就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这是你的身体，让我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的里面。我要跟你说感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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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来纪念他。我们在吃这个饼，来享受这个饼，享受基督的身体。吃完的举杯说，这是我所流的血，是我所赐的新约，你们当如此来纪念我。姊妹，当你拿这个杯的时候，希望你放在你的胸前。希望这些弟兄姊妹，你来到神的面前，那能够享受这个杯。当你拿到这个杯的时候，请你一句一句的跟我祷告说：“慈爱的耶稣，这是你的血，是你的生命。当我喝了你的血，你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你的圣洁公义就在我的里面，你爱就在我的里面，
真理就在我的里面。现在我为你而活，我为真理而活。哈利路亚！当我为真理而活的时候，我的身上会充满恩典，充满荣耀。我相信我的路是走在神的道路上。耶稣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要走在你的道路，了解你的真理，把你的生命活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耶稣的血。我们要靠着耶稣的血过得胜的生活。Amen, Amen, Amen, Amen。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凡是享受你的、吃喝你的，他们就要得着你的生命，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荣耀。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都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每天把神活在人间，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从来没有人看见耶稣，只有在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他们要看见耶稣。从来没有人看见耶稣的荣耀，只有在基督徒的身上要看到耶稣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两三个人来受洗归结耶稣。OK， 请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请到前面来，请中年来帮助我一下。还有要被接纳，就请你到前面来，好不好？今天我用水给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Amen， Amen， Amen。龙主，我用水给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Amen。先成，我用水跟你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名 ，Amen。主，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施洗，让他们归给耶稣，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义言，也成为神国度的义言，只能满满的祝福他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为一个姊妹来祷告，主，我们为姊妹来祷告，让她因着这个家庭的爱，能够进到天桥的大家庭，让他领受家庭的爱，也能够爱这个家，让他开始服侍这个家，也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也他愿他的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在这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人跟神的喜乐。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让我们拍手来赞美神，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相信今天的圣餐有很多人得到医治与释放，我相信今天的圣餐让很多人的罪恶远离，因着神的内住，所有一切负面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也相信今天受洗归给耶稣的，耶稣今天会得到荣耀。我们现在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也求你悦纳。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奉献。Yeah.
说却却能生只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在何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孕育我的护照。我要抬起我的头，愿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请我们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也求你将属天的丰盛降临在我们家中，让我们家得到更大的地面上的产业，也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身体都很健壮，灵魂都很兴盛，也祝福未来的一年恩上加恩。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有几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一个是张弟兄，他今天来就洗礼哦，感谢感谢。还有一个是雅慧，李雅慧姊妹哈，欢迎她来。还有一个是林姊妹哈，在哪里？在后面的地方。OK， 好，欢迎她来。OK。让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